我还没换车啊，结果我正要取消准备，就变开始游戏了。想说换个油箱跟你跑。好可怕哦你。哇。笑到。狗狗来咯。喂牛！我靠，狗的冲击有点弱，明明就我撞它，就撞不动。我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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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过了就是你的啦，撑着，兄弟。哦，后面这个弯能不能守住它？快点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这个尾流过就你的了，有没有过？哇，不行，我救不了你了，差一点啊，兄弟！你刚刚那个尾，如果你再贴一点，你就过了。来来来，下一个。说我爸我也要玩，我看一下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很会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受虐，这个我 OK， 这个我 OK， 这个可以。来，我换个车。没错啦，这个取得很好，没错，这个名字。速度好慢哦！这还没满，加油啊，兄弟们！兔兔一路领先啦、啊。差点就凉了。把那个踢掉，因为太多人申请了。三四五，哇！我靠！
啊，氮气是不是少一颗？啊，黑戳气了。哇，不够，气不够长。哎呦，第一名好像很厉害哦！看不到人影了。撑着，兄弟，就剩一个弯了。有，他撑住了，他撑住了。恭喜这一位兄弟过关。狗狗对决，来，他没车队。狗狗对决，噔噔。哇！哎，不过我手游还是第一次竞速赛跑这一关嘞，之前都没有跑过这一关。这弹起来感觉好怪啊！可以连喷吗？好像不行，连喷。快哦，兄弟！快快快快！能不能赢就靠这一把了，兄弟！狗狗控不住啊！恭喜你啊，兄弟！收一个，收一个。后面一定很想丢水球，而且我刚也没有尾流啊，我想说剩那个弯而已了。还是我们要浪秒啊？你们觉得嘞？不用，用微调位那个。兄弟，你怎么不见了？这关不是你选的吗？不要紧张，平常心好不好？你可以的，撑着，跟着我走。
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啦好啦，给你过，给你过。